Good evening, everyone.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here today. So my name is Simon Tree. I'm from Richmond Hill. I'm the Water for Councilor. I really my honor to be presenting City of Richmond Hill for this event. 大家好，我的中文名字叫崔冰辉，很荣幸呢有机会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晚宴。很多在我前面的key speaker 已经说了，我们福建商会呢这么多年走来，为我们社区做了非常非常的贡献。不仅是在就业方面呀，还有在harmonize community 啊，还有帮助我们国内的一些 COVID-19 期间的一些捐助呀，还有自然灾害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努力。我在此呢，代表我们城市吧，感谢我们商会所做的所有的努力和贡献。同时呢，今天我们的大使馆的领事也来了，讲了一些关于福建的文化传统和历史人情，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。有机会回国的话，我也去看看福建，这辈子没有去过。不多讲了，今天是呢3月8日，是我们的国际妇女劳动妇女节。在此呢，祝愿我们所有的福建籍的，还有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妇女朋友们，感谢你们。妇女能顶半边天，感谢你们在生活里面，在事业里面，在家庭中，为我们社会、我们家庭、为我们孩子和父母，以及老人们所做出的所有的贡献，要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崔冰辉市议员。那么，同时我们再次请出那么林静清主席和陈汉军副主席来到台上，来接受我们的崔冰辉市议员专程送来的贺信。谢谢崔议员，那么再次的祝贺林主席，祝贺陈主席。